和大宇聊有见面，都聊什么？咱还是睡。山沟沟里面，我信号不太好的嘛。在喷水，你们是哪天嘛？他在撒谎，河道。你刚才是又推了一个是吧？一个老活动。啥活动嘛？哪是活动？我那个片片子重要。你有一个传统节目没连了？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家有啥好吃的嘛？我现在在高速公路上。推掉应酬，去见老友了。有点钱就行，那行。因为我这年前我还准备，我说去看下老干，然后嘛，我昨天给大师也打个电话，大师在外头团建，然后那个我还准备款的那个之前可以给老黄挂个魂，说哈，他那个。哎呀，我们那俺房子当时要，你顾客，你上哪问你咋？你看要的，要的呀。老子，你上个没上个要的，你试试。嗯。你这你这样就把事情嗯，我还不用陪你嘛，那就你，保重身体啊。反正我有空就能看你好。是你的兄弟哈，哎，七十四了哈、啊。这是韩师傅当年的刀，这个鸡巴刀，这个那个。三轮刀都生锈了，你看嘛，那都生锈了。就这把是不锈钢的哈，嗯，这把你是花大价钱的哦。那个是另一个，啊，原本是花西瓜的，买一把西瓜刀，然后这个你看还有一把跳刀，三把刀代表着唐师傅人生的很多故事，是啊，刀枪入库。好好过日子，保住身体。现在啊，听到没？嗯。前方隧道限速降低至80。我看到两个最后的妈妈的，我看到有个两个人来，他牙齿我之前不太不舒服，他是安排久了噻，是吧？他说话说快了，要掉，笑得快了要控，笑掉大牙子嘛哈。我有事儿的时候，那最后的帮帮那几个老人，你看嘛，黄叔叔也走了。现在我说，大家都是年纪大了，男的好聚在一起了。经常啊接到电话，每天有时候那些人半夜都要打电话来。因为那会儿没有打那个马赛那个电话，每天都接到电话。今天能有接几个？他有些就是要试一下那个电话能不能打通，是不是真实的？就是他贴了个小广告，我们那都没给他贴钱，别个都去截图，截完了之后在那放大，在那打的哈士的电话，关键一个新疆人来打电话，都差几个小时的时差。然后新疆比如说晚上12点，那边就是凌晨2、3点了，那新疆人那个时候还没睡觉，喝两口酒的，说给他打个电话。你看嘛，我说的经常和我那哈过，一定要注意身体和开心，但是新年快乐，快乐。就是啊，有你们，你去找人就行了。反正我早点过来了。哎，你不晓得我牙痛痛惨了，能够好我就回来看病。嗯，你再来去。红梅婆婆，小姐姐。天哪，你应该叫阿姨啊。我都要满60岁了，你还在喊姐姐的幺？黄梅不在意，你就是小姐姐。等一下有车。叫啥子嘛？他这种人都是属于故意。我不跟他一般见识，不然我的以我平时的脾气，我就揍他了。耍那个抓紧耍嘛，不然你不然的话又是两个孙儿来了。怎么办？我真的是儿媳妇怀个双胞胎，你说他不是一天高兴的嘴都合不上。
啊，小伙，我觉得你好好啊，真是的。说实在的，真的，像他爸都走了噶，你们都还在。你个牙那个疼的，然后过年吃好的不能吃，啷个办呢？哎呀，看那个不能吃就算了噻，那我减肥的嘛。你还减什么肥嘛？我是减肥，长得太胖了点，我走不动了。是不是男朋友有要求哦？没得。老年人弄点儿还有那些要求，少客气。啊，你牙齿疼，你肯定是听到是我也来了，你装病不想煮饭。不是，我们可以一会儿去馆子头吃。我不爱吃馆子吃。啊，我也不得给你煮，我要来了，我是不得下馆子，我要吃到你们家吃。那走嘛，那回去吃。啊，你今天牙疼就算了。